再见啊，谢谢啊。人生不散，回家吃饭。今天东西真的是好丰盛，谢谢。这个烤冬菜还有一点味道，有一点绵长的味道，特别好。只盼望回家吃饭。就是咸，我能闻出来。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，直接用手在锅里头抓来炒。你能把油豆腐变成臭豆腐？你俩咋认识的呀？差过价吗？王小明是你们班的，他结婚你们随了多少份子钱？到底是谁采取了谁的意见呢？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吃饭还得来碗汤。那么首先我先给大家来碗汤啊，我把这汤倒了啊，一会儿就拿蘑菇熬汤。别别别，这我要用的，我待会儿做菜就等这碗汤呢，您给我留着。哦，这您用哈。那是没关系。我把这鱿鱼撕吧撕吧也能熬碗汤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那鱿鱼我得做菜呢。那这排骨是不是一会儿也做菜？做菜那你要愿意尝尝也可以啊。现在这全是您用的哈。对呀、啊，那半天还不知道您干嘛的您。我是画画的啊。您画画？对，但是业余喜欢做饭。怎么称呼您呢？啊，我叫大菜。大菜。嗯，咱俩差不多，我叫大菜啊，咱俩。哎呦，咱都是菜子班。哎，都菜子班。好啊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许大厨。哎，许大厨您好，啊，您多指点。对，哎，您别客气啊。瞎做。这许大厨跟您说哈，这位来者不善，为什么人家在这个网上，哎，这个微博上，那粉丝那海了去了。就是人家经常发一些这个自己创的菜呀，特别好，然后人家就好多人都喜欢这个。这个今儿人家喜欢做，有备而来，您害不害怕？互相切磋切磋，哦，互相学习。你这高手不着，就是太谦虚，就是不一样哈。您多指点。好，你们俩别客气了，别客气，别客气哈。我在这儿呢做一裁判哈，你们俩一会儿呢做完以后呢，我尝尝。好嘞。我看您都是准备，又不让我倒这汤。又不让我弄这鱿鱼，然后这排骨您还做，您这个是这是一道菜吗？这个是就这是一道菜，嗯，不是这个菜叫榛蘑鱿鱼炖排骨。它这个菜主料还是在排骨上，榛蘑鱿鱼是辅料，排骨是后料。啊，但是它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主题，当这个山的味道遇上海的味道。哎，对，我当时做这道菜的时候，我想的就是山的味道，海的味道，是吧？那咱们就边做边说好吗？好呀，好呀。那咱们头一步先准备什么？这个是榛蘑，哎，榛蘑就是那种干的那种榛蘑，就是在市场买的那榛蘑。对对对，然后提前拿水泡的，然后提前洗干净，把那个泥沙，把那个有那个有沙的那个根去了，然后洗干净以后用水给泡发。哦，不是，那您泡了，这个水为什么还得留着？它这鲜味都在这汤里头呢。然后我待会儿炖排骨的时候就用这个，不是咱得加水吗？我就加这个泡榛蘑的水。哦，加这个味儿就更鲜。哦，你看人家这个确实。想的细，嗯，那这个排骨咱怎么办？排骨咱先焯一下水，哎，焯水，对，去一下血沫。我来给您开个火。咱这是凉水吧，小二？凉水。您不用热水吗？凉水，然后用凉水最好。对对对，然后它里头那个血才能出来嘛。哦，焯排骨的时候拿凉水焯的比较好，是吧？对，因为这个猪排骨啊，它是含蛋白质很高的，对，蛋白质遇热60度以后它凝固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水温过高以后，它马上凝固以后，里头的血沫就出不来，不容易出来。哦，所以还是拿凉水比较好。盖它，让它快一点。然后咱那个这边那排骨先焯，先焯着啊。趁这功夫呢，咱就把那鱿鱼，这鱿鱼切一下鱿鱼，鱿鱼须啊。对，鱿鱼须。其实我特别爱吃这个烤鱿鱼须，你爱吃那个？哦，那种是鲜的，那是鲜的，对对对。而且这个干鱿鱼炖汤啊，在南方很流行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我为什么当初想到做这个菜的时候，我加鱿鱼今天。我是四川人。哦，您是四川人。对对对，我们家那边四川靠海，所以这个。哎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是吧？所以打小呢就吃这个。对，我打小我就没见过海。哦，没见过海，所以就只能吃点干鱿鱼。对，我们那边过年的时候有一道菜。
就是炖鸡汤，但里头就得加干的墨鱼，就干的这个鱿鱼。所以说您打小吃的东西就是这个，就是山的味道，海的味道，对，山的味道，你也不用这些食材，也不用很昂贵的食材，比如说像山芋啊，然后红薯啊，这些也是山的味道，也是山东的，对对对，然后海的味道，鱼啊、虾呀、啊、什么的都可以。你像这蘑菇，它营养很丰富，它的营养成分不亚于猴头蘑。哦。而且它蘑菇的营养成分高于蔬菜水果。咱把这沫去一下。哎，泡下这血沫。待会儿还得准备点那个姜和蒜。姜片和蒜片，这样好，叫我们品尝厨师带一只。哎呦，这太荣幸了，好手艺，大厨给我打下手，好手艺，这从来没遇到过。行了，这基本上这血沫没了，就能把这排骨给捞下来。来，我帮您捞。哎，那有劳您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咱们这个不能是光吃不干活啊。好，一看我干活就特别利索啊，我是一个利索的人。然后咱在这边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。倒多少合适？没错啊。没倒，然后哎，行，够了，可以了哈。然后咱把这个姜，放点蒜，好，煸一下，煸出香味儿。然后咱把这个焯好的排骨倒进去。就可以了哈。对，小心点，有水哈。我用拿吸油纸给你。没事。捡着吧，捡着。我们站远点。来，站远点。那我来，我来，等一下，啊，哎，你往哪儿走啊？他是可能是因为吧，他没有那么热，所以他崩的没那么狠。主要水少，你把这点水倒的。那，哎，来，谢谢您。然后这个稍微煸一下，然后让这个排骨表面就是有一点金黄。它的煸的过程啊，也是提香的过程。你看它这个过程啊，很简单，很不起眼，但是很重要一个过程。如果不煸，这些道理，它的香味跟出不来不一样。咱可以把这鱿鱼放进去。这可以放进去了哈。对，一块煸一下。这鱿鱼本身应该是也比较好熟的。鱿鱼也得炖，多炖一点，而且多炖啊，两三个小时，它是很筋炖的。然后咱可以这个菜非常符合今天咱们这个。你家这个名字大菜，大菜，这是一道大硬菜。大菜，我再放点什么？这是蒜蓉，哎，然后咱再来点那个料酒，料酒，然后咱可以搁点调料了。好，这是香叶，香叶，然后搁两个八角，三个吧，搁三个八角，然后搁点冰糖，冰糖，然后这个差不多了以后，咱们可以把这个蒸笼放进去，对，好，慢慢放啊。不是一股脑都倒，不是我怕它底下还有沙子，咱先把它捞出来，然后剩下这个汤倒进去，然后这个差不多了就可以把这个火拧小了，然后把它慢慢炖的。咱们加上盖儿，然后慢，大概得炖个20多分钟吧。最后起锅的时候，咱再加点盐调调味儿，就可以了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，我们稍微翻动啊。哎呦，这香味儿。已经完全出来了，香味出来了，看着很好，因为已经炖了一会儿了。这个菜呢，咱们达人啊，做这个颜色非常好，而且呢，它的香料搁的很少，原料本身的味道很香，就突出出来了，咱们可以稍微开大点火，把这个汁儿稍微再收浓一点，然后最后咱们加点盐，调一下味儿。我看您身为一个四川人，这里菜没有什么辣的哈。对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全家老少皆宜的一个菜，所以就没有放辣椒。他不爱吃辣椒就对，就小朋友有的吃不了辣椒的，这就是差不多了。这不是差不多了。对，你看那汁儿也收的有点少了。这回尝尝。咱可以关火了。鱿鱼，鲜。咱们可以出锅了。对，出锅了。出锅了，好的。我给你拿吧，兄弟。还行哈。用不上老公干什么事儿了，怪不得叫大菜呢哈。然后咱在上面放点绿色的东西，稍微装饰一下。还搁点香菜。漂亮的香菜叶儿。哎，好的。这就行了，非常漂亮，既好看又好吃哈。首先呢，先把猪排骨放在凉水里面烧开，去除血沫。
然后咱们把那个姜和蒜切成片儿，油锅里头煸香，然后把焯过的排骨呢放到油锅里头煸炒到表面金黄，然后就加入酱油和料酒，然后把泡发好的鱿鱼切成丝儿以后呢，把它加进去一起煸炒，再加入八角和香叶，再加入榛蘑和那个泡榛蘑的水一起烧开，烧开以后转小火加上盖子，慢慢的炖大概半个小时，到那个排骨入味酥烂，最后加一点点盐和糖调味就行了。大菜，这道大菜就算做完了，那究竟味道怎么样？泰乐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，泰乐调味品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您就能知道我们这道榛蘑鱿鱼烧排骨究竟是怎么做的。嗯，那咱就别客气了，是吧？我先来啊，我尝尝这鱿鱼吧。嗯。鱿鱼还挺有嚼头的。嗯，我尝尝这个是。许大厨，您说说这就这种鱿鱼啊，就它这个泡发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？鱿鱼这东西啊，不管你是胀发也好，就是这种泡软也好，首先得要洗，因为啊、因为鱿鱼炸上来以后、它就在地上随便一扔晾晒，所以说有些杂质啊、异味啊，或者说。捂了或者说没变的都有可能，所以说要清洗，换几回水。哦，这样呢，泡透、泡软，嗯，再炖它，口感就好，味道就好了。对，这个哎，那许大厨，您给我评价一下这道大菜做的这个菜怎么样？一是有创意，嗯，第二呢，味道也很好，很好，非常有水平。不愧于是达人啊！哎，不愧达人。谢谢。看来这个一下呢，就给我们许大厨给震着了。嗯，说明咱们这个山东的味道、海的味道一下就凸显出来了。要我说，今天这菜就全面胜出。这大厨还没做呢，对吧？对吧？哎，对，咱不能让人家干来，是吧？那咱们这样，咱们看看大厨一会儿做什么。好嘞，好嘞。我做一个海参烧松茸。松茸。哇！嚯，有海参啊！啊，今天咱们达人是山的味道，海的味道。对，这也是。我今天也是山的味道，海的味道。哦，你也迎合一下咱们达人的这个创意。开始吧，啊，海参，嗯，这是松茸，松茸，哎，油菜，小油菜，那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咱们的葱油，啊，葱，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，最后打明油子是打一些葱油，提味儿，提味儿。这个是水淀粉，水淀粉，就是您已经调制好的水淀粉。啊，对对对，哦，所以说葱油就是油葱姜一起炸出来的，啊，它等于有一种就是调味儿的作用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所以咱们这海参呢，因为。你能吃，所以说呢，哎，咱们中间劈一刀，好，破一刀，好，太好了，让你多过过瘾。哎，我不过是能吃，我是不想吃啊。咱们这海参呢是经过，就是把肠子啊，一定要给它去掉，因为这海参在加工完以后呢，一定这个两头和这个肠子一定要去掉，因为这个它容易牙碜。哦，容易牙碜。放这个啊。哦，那肠子也不能吃的。对，这是牙碜，不是不能吃。从某种意义来讲，不是还有人说是那个还很有营养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好，咱们到了我们的许大厨场地，我们许大厨就是大方，哎，这海参一个不留，全给咱们炖了。哎，所以说咱们先做水，咱把凉水、热水啊，开水，直接开水。开水。嗯，咱们呢把这油菜呢先焯一下。好的。多少合适？好，好，可以了，嗯，好。加点葱姜，咱们一会儿煸锅来炒它。那边水开了。嗯，好。咱们烫这个油菜的时候，加点油让它它的颜色更好看，加点盐，更新鲜。嗯。对，完了呢，咱们给它捞出来。嗯。捞出来一会儿炒一下，用这油菜咱围一下边儿。哦。哎。啊。咱们再加一些水烫海参，嗯，就不能使刚才那水是吗？那个是烫菜的水啊，嗯，海参这东西是无味的东西，所以说咱们要想这东西有味呢，先把它的本身的海参那个有一点腥味去掉以后，你再给它糊上它什么味儿，它就是什么味儿。哦，嗯，好，开了。那我们要在家做这道菜，要找不着松茸，是不是用别的蘑菇也能代替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就比如说刚您那个榛蘑，榛蘑可以吗？榛蘑得改改刀。哦，改改刀。香菇什么的。香菇也可以，口蘑都可以。啊，海参呢，老人孩子哎最好最好啊，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。对。
脆的方，对。哎，所以你要吃一些脆生方，好，不长肉。那我们还是要多吃啊，是吧？这都算焯好了。焯好了。我看您这回您焯的时候没放任何调料。对，焯海参没有必要放。啊，不用不要放哈。咱们搁点油，把这葱炸一下。哦，对，炸一下的，它的香味儿更能体现出来。嗯嗯，把那香味儿更融合一点。对，好，来，我多点点。那个松茸剂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是那个觉得特别好吃，特鲜，但是觉得太短了，因为过了那个季节就没有那么鲜了嘛，那个松茸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就把那个鲜的松茸拿了去冰箱里头冻起来。对。啊，能听到这个炸的呲啦呲啦的声音啊，它是有水分，炸到什么程度？基本上上也变色啊，变色，而且没有水分了。哦，啊对，一定要把它水分炸干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好，里边没水分了，咱们给倒出来，就有点金黄了。好，咱们呢搁点咱们带来这个葱油，这个秘密武器，哎，再加上咱们这个葱姜丝，哦，啊。煸炒，咱们加一点热酒。哎，您把我的高汤拿来，那暖壶边那碗。啊，这个啊，这高汤。哎，加一点高汤。啊，一般人做点海鲜哈，或者说鱼什么的，都是先下这个主食材，再放这料。不是，先调味。先调味，加一点酱油。酱油，料酒酱油，完了呢，咱们加一点啊盐。加点胡椒，哎，一点点，加糖吗？加点糖，而且加点糖啊。那咱做的最后呢，是这个有点甜口的感觉。没有，搁糖不吃甜，调味。哦，只为调味，只为提鲜。少量的糖能提鲜。咱把这个葱姜再捞出来。哦，再捞出来。嗯，主要借味儿，借味儿呢，这个好看。所以这个大菜就得大讲究，是吧，大菜？嗯。好。哎，这时候主要的了。嗯，就下去这么一过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烧一烧，让它入入味儿。哎，入入味儿，把咱的松茸配料。哎，刚才那炸过的松茸。哦，哎，真好看。哎，立马这个颜色就出来了。对呀，因为那个松茸炸过之后，那个颜色我们看出来。哎，然后这时候再放在咱们这个海参里面，再加一点糖，马上这感觉出来。嗯。嗯，已经闻到香味出来了。又加点。今天呢，这个许德同呢特地单独给咱们俩做一份。嗯。就为了把这个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全部提取出来。而您加了好多这个。水淀粉。啊，水淀粉。水淀粉抽一点芡呢，让它这汁儿挂在这海参上。哦，汁儿更浓一点。哎，汁儿更浓。哦。基本上这锅里没有汁儿了，这海参都这汁儿都在海参上。哦。这样才有味道。哎，最后来点一勺油。葱油。葱油。对。我觉着哈，您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葱烧海参的影子？嗯，因为有葱油，有点影子哈。对，把咱那个摆盘，摆盘。哎，徐大厨，你说，我想问问您这个，好奇这高汤哈，您的高汤究竟是这个秘密的里头拿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反正我们自己在家要是想弄一锅高汤，拿什么比较合适？那高汤一般用猪骨、猪肘子、哎，老鸡，嗯，就可以了。长时间的炖制就行。哎，不，一般的做高汤没有用羊肉做的，因为它有味道。哦，啊，这道菜呢，基本就做好了。这都完成了。哎，完成了。哎呦，太棒了！把海参破开以后，洗净里的肠子和泥沙。葱蓉呢，一定要炸一下，炸的目的主要提香。煨一些青菜，油菜也行，西兰花也行，绿叶菜也可以，主要是增加一些颜色，还有呢增加它的营养。搁点底油，把葱姜煸香，加上料酒、高汤、咸盐、胡椒、白糖、酱油去调味调色。这是调好以后，把松茸跟海参倒里去烧制。烧制汤不多的时候，勾一些水淀粉，勾住了它，锅里没有汁了，出锅装盘。泰特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，泰特调味品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您就能知道我们这道松茸烧海参究竟是怎么做的啊！先尝尝这松茸什么味道。那我先尝尝这海参吧。嗯，
先一口舌头上舔上的是这个汁儿，然后再吃这个松茸，松茸本身这味道特别的鲜，我尝尝这海参，好吃，要是有碗米饭就更好了。你第一次到四川什么感觉？全是辣椒，哇、哦，那个好辣。法国人的那个优雅的迟到，他早早的到，我迟到了四个小时。永远不相信两口子不吵架，朱老师喝一口先再说。丈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，这个女婿看着欢喜吗？嗯，就是看等一下、迟疑了一下，嗯。他们老觉得我们应该跟孩子说普通话，嗯，然后可能我在房间里面听到我大喊一声、四川话，亲呐。丈母娘爱女婿，让他越吃越出汗，感觉像个垃圾桶，真的。就是咸，我能闻出来。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，直接用手在锅里头抓来尝就出来了。你能把油豆腐变成臭豆腐？你俩咋认识的呀？插过架吗？王小明是你们班的，他结婚你们随了多少份子钱？到底是谁采取了谁的意见呢？好吃到饱，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！好吃，真好吃。大家你觉得我们徐大厨怎么样？太棒！今年过年我决定给我们家添一道这个大菜。来，今年过年回家吃饭的时候，您就可以来这么一个。让这个山的味道、海的味道咱们多多融合，下回可以多试几种山的味道，多试几种海的味道。哎，多来这儿请我吃，我一美，咱们就都高兴，好吗？好。